嗨，我是丁医师，我是针灸师，还有脊医医生，我的膝盖痛有大概1年多了，有试过针灸啊、物理治疗啊，都没有什么效果。后来一个病人介绍我，告诉我的Dr. Room，所以我就来这里试这个治疗，所以现在治疗了6次，那个痛已经好了50%。 就是强度啊，那个密度啊，是那个痛的减轻了50%，就是很有帮助。所以我推荐大家，如果谁有膝盖痛，对其他治疗没有效果的话，来 try Doctor Room， 效果是不错。OK。OK okay. Yeah.。And show us how you're walking now. Yeah. And knees good, right? Yeah, pretty good. All right. Yeah. Okay. 谢谢。Yeah.